那么首先呢，开始进行亮马的是一号马鹰击长空，一匹来自于北京天赐圣泉马术俱乐部王君林先生名下的鹰击长空啊。二号马吉祥如意啊，他呢来自于马主严洪祥先生，练马师是五浪骑师丹尼斯。三号马小家碧玉啊，又一匹来自于天赐圣泉马术俱乐部王君林先生，他的练马师是丹尼斯，骑师是陆永康。我们观音狮王四号马来自于马主严洪祥先生，他的练马师是许富强，骑师李荣昌。五号马吉祥使者来自于严洪祥先生的七岁善马，还有练马师许富强先生，骑师麦尔耿，今天从十号档起步。六号马泰山雄鹰啊，一匹著名的赛驹，来自于华宇马业，他的练马师是刘文广，骑师又是我们的柯凯文。七号马燕春金冠啊，一匹来自于赵春先生名下的燕春金冠，练马师周涵，骑师阿利泰。八号马知识过剩啊，一员老将啊，练马师丹尼斯，骑师是我们的年轻骑手董小军先生。马主李勇先生四岁的勇强追风，练马师是古愣，骑师魏云中。十号马沙尘暴，沙尘暴是一匹来自于马主王志刚先生的，练马师是古愣，骑师田新华。十一号马金钥匙，又是一匹来自于华宇马业的好马，练马师刘文广先生，骑师奥白云，从九号闸起步。十二号马燕春雷龙，一匹中国的著名赛驹啊，来自于我们的赵春先生，练马师周涵，骑师赵电话，从三号档起步。十三号马皇家荣誉，又是一匹来自于骑圣马文化的优质赛驹，练马师张强，骑师穆哈塔。皇家荣誉将在今天的五号闸起步。闸箱开启，首先冲入闸箱的是鹰击长空羊头啊，看见十三号马目前在马群中领放，从外面追上来的是小家碧玉，所有马匹成一个集团向前奔跑，排在前面皇家荣誉，第二位小家碧玉，第三位燕春雷龙，接下来知识过剩排在第四位，燕春雷龙排在第五位，下一个集团内蓝吉祥如意。马匹已经上到了对面的逐鹿湾，带头领放的还是皇家荣誉，拍在外面的是四号马冠一狮王，在接下来五个马位之隔领头的是泰山雄鹰，跑势非常的凶猛。三号马小家碧玉在内栏，然后看见燕春金冠已经迎头赶上，接下来小家碧玉，我们的鹰击长空目前暂列比赛的最后一位，皇家荣誉现在已经率先的踏上了逐鹿湾，跟在后面的是冠仪狮王、泰山雄鹰，从外面杀出来的是金钥匙。最后300米领放的仍然是皇家荣誉，跟住泰山雄鹰，中间的位置看到冠仪狮王，从外面再杀出来一匹金钥匙。金钥匙的跑势非常凶猛，不出意外的话，这场比赛将会被金钥匙夺走。排在第二位的是六号马的泰山雄鹰，哇，鹰击长空这个时候赶上来冲刺非常的凌厉，跑获一骑第三位啊。所以我们比赛的暂定赛果是11号马、1号马以及5号马华宇马业。